圣胡塞丰收节是西海岸最大型的户外艺术节庆之一，今年将于11月24到26号的周末在圣胡塞 Convention Center 举行，预计将会有20000多份手工艺制品展示，其中包括原创艺术品、珠宝首饰、服饰、玩具及家居用品。除了购物之外，还可以欣赏现场的音乐表演、儿童游乐天地与各式美食，有兴趣的朋友请不要错过啦。火车铁路模型大展，火车迷有福了，位于东湾的 Alameda County Fair 即将在11月25、26举办为期2天的铁路模型大展，现场展出为数众多的火车铁路模型和上百个与火车相关的商品摊位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查询。Medicare 弃婴健康保险大解密免费讲座，11月开始，大家都在为健康保险的转换伤脑筋时，有30年经验资深保险专家 Tina Wu 吴祖伟女士将在 Medicare 弃婴健康保险大解密讲座中为您介绍 Medicare A B C D 计划的保险内容、承保范围和处罚条款。讲座中也会探讨 HMO 和 Medicare Supplement Plan 等的相关议题。11月25号，星期六下午1点，在4320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免费讲座，欢迎参加。再唱我们的歌，青青合唱团36周年公演。湾区知名的青青合唱团将于12月9日和10日2天。在圣塔克拉拉大学的 Louis B. Mayer 剧院举行年度公演，与大家分享不同类型的合唱音乐，传扬人生之美好与和谐。今年的公演曲目新颖多样，有古典、流行、爵士等大合唱，各有民俗风情到动物世界的小节目，欢迎旧与新知莅临观赏。灵魂体3合1歌唱大师班，当你歌唱时会有高音上不去、低音下不来、中气不足的问题吗？12月9日下午3点半，由西奇全人复兴协会主办、优视频道媒体协办的灵魂体3合1歌唱大师班，特别邀请资深音乐制作人咬咬老师授课，以改良自好莱坞最有效的 Speech Level Singing 训练法，重新调整歌唱方式，让歌唱变得像说话一样容易。课程座位有限，请速报名，详情及报名请上网查询。从原生家庭认识自己，角声互加中心第14户家营会。角声互加中心第14届户家营会将于明年的1月19到21号1连3天在 Union City Crown Plaza 举行。营会讲员请到资深婚姻家庭辅导师何张佩然女士，以小组讨论的方式教导由原生家庭认识自己、医治心灵创伤、重建喜乐生命。一次的机会，一生的改变。报名专线510-790-3366，更多详情请上网查询。